然后第十届火恐龙守卫队滑板车架赛开始喽！嘿嘿，我要拿第一名！哼哼！哎呀，刚才我好像听到伙伴说话，他人呢？他在那儿。受伤不要紧，但是我的滑板车第一名没了。那我请你吃一根奶酪棒，你原谅我可以不？一根奶酪棒就想得到我的原谅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哼，那你想怎样嘛？至少要两根，成交。阿姐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之前拆过的旧玩具，现在没用了，我要扔了它们。这有点孩子们，你们好啊！你好，张奶奶。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天气有点冷了，记得穿暖点啊！还有，你们最近瘦了，我买了好多蛋糕。让我想想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知道了，张奶奶。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家里的门锁坏了，我进不去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可以帮我开开锁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火恐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火恐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背包装甲启动，快计划思念，能量在你前，怎能够阿嘉他实现，让和平渐行前，不怕困难重重艰险，压迫吼吼龙集结守卫队，守卫战鹰，装备齐声团结，撤，小心轰轰动，能把邪恶瓦解，小龙都撑着敌难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轰轰动多龙剑也出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演，做客。张奶奶，我们不是来做客的，我们是接到了您的求助。瞧我这老记性，你们过来吧。张奶奶，您看好了，就这个小锁，我只要一用力，砰砰，我只要一用我的这把暴龙枪，马上就能打开。你不是想打开门，是想炸了这道门，还是让专业天才的我来吧？力气不重要，开锁技术才是关键哦。哦，张奶奶，您家真的好简洁呀！我一个人住，用不了太多家具。张奶奶的房子比你的旧玩具还要旧。我要勘察一下这个房子的破损程度。这些墙体已经到达年限了，承重墙也开始不稳固了。根据我的探查，这个房子破损十分严重，得拆了重建才行。我同意你的观点。我觉得旧房子就挺好的。张奶奶，这是您的儿子吗？是啊，不过他已经在大城市工作安家了，很少回来多拉岛。要是建立新房子，我的儿子以后回来探望我，说不准会迷路呢。
这座房子啊，充满了我和儿子的回忆，我舍不得拆了它。张奶奶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是谁？让我带一箱胶告诉你们。我们是香蕉兵团，叽叽，幸福能量枪。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候。叽叽，是地震了吗？不是，房子在晃动。张奶奶，既然你舍不得拆了，那我就帮你毁掉这座老掉牙的房子吧。哎呦，我的照片呢？张奶奶，不要过去啊！张奶奶，危险！张奶奶，我们先出去。可是，请相信火火龙守卫队，我们会保护好房子的。彤彤，请帮我找出张奶奶房子的承重墙。你们要尽快将承重墙修复好，不然张奶奶的房子就会彻底倒塌了。没问题，冲啊！孩子们加油。小静，我们要把这些承重墙升级加固，让房子能用得更久一点。你之前不是说想拆了重建吗？我在张奶奶那里得到启发，旧的东西也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嘿嘿，我不能让房子塌了。哈哈，这些老旧的房子还留着干嘛？我来帮你们摧毁它。啊！哈哈，你在搞笑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这道菜。也快不过我的爆炸香蕉皮。啊！让爆炸来得更猛烈些吧，叽叽！什么？我们不要阻止红宝莲，龙机甲形态转换。去帮闪电和火爆。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龙金甲形态转换，已经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打破和谐，计划肆虐，能量在你间，怎能够让它实现？爆破龙金甲，等你们见识一下红红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的厉害。哇，这房子看起来很牢固啊。感觉自己全身都是烤香蕉皮的味道。很香是吧？那我就再请你们吃一份大好香蕉皮。让我去对付他们。这样的美食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不要长眼呢。看我的超级炸弹天雷打！
不吃眼前亏，我们撤。你怎么飞不起来了？快起飞呀，快起飞呀。你是要找这个起飞引擎吗？不对，你快还给我。好啊，等我唱完了就还给你。孩子们，辛苦你们了，来吃块蛋糕吧。谢谢张奶奶，真好吃。跑跑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